所以在野党都说我大傻逼呢，说我再有子孙。我跟各位讲几个数字，我没有大，我钱是用在我们投资我们的长辈的需求，我们未来的世代他们所需要求，我是在投资未来呢。那我这个做这个基础建设的时候，另外，那我照顾长辈本来就是应该的事情，不是吗？安定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因为照顾小孩啊，我那个照顾小孩，今天零到六岁，我一年大概是1000多亿在照顾那个零到六岁的小孩，还希望他们多生一点嘛，好。那这些钱从哪里来？我跟各位讲一个数字哈，我从2016年我要做总统的时阵哈，那我们全台湾的这个 GDP 是17.5兆，今年会到23兆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国家的力量增加了很多啊。那我做总统的前一年，2015年，我们国家的收入是税收了啊，是2.1兆啊，去年已经到3.2兆了，今年一定超过去年。所以这个国家的这个收入是增加的，国家的财力、国家的力量是增加的。那我们当然就要来照顾我们国民嘛。